生意当贼，将庙给掠走，那信徒嘛转入庙内啊。突然间，做地府翻身，天地颠倒变啊，厝呀门四方，跟那房山之势同款安落来，一支庙条倒向这个查甫囡仔。刚这个时阵，这个乌影也是故意不要将伊杀开。倒过来一夹，这个小路我头一个看。一只鸟啊，已经代替四叠庙条之下了。原来伊是感应到地府翻身，再主动大家入庙了。这只鸟伊不是开笑，伊是要救咱大家。知影真相了后，村民合掌祈祷，鸟灵嘛不来正殿，阿妈祖嘛伫遐听候了。鸟灵，你在我身边听经修行，也已经一段时日了。你今日为着救人牺牲自己，真是令我感动。虽然你已无，但是也算是功德圆满，修炼有成。我赐你一个愿望，你有什么心愿呢？我想要投胎做人。你想要投胎做人？也不过做人不一定会比做动物好啊。我唔呐想要做人，搁要做有一双明亮目睭的人。我不爱搁青眉啊。有明亮双眼又如何？就算是双眼看会到，嘛不一定是真心。他说心那是被蒙蔽，嘛会造成更大的灾难。我就是想要一双目睭。好。既然你敢想要有明亮双眼，我就答应你。寺里有一对明亮双眼的人，多谢妈祖娘娘。就算这世修行，你依然放不开风尘欲望啊！但是你必须切记我一定力，有明亮的双眼。更加爱有明亮之心吗？这只鸟对妈祖听经修炼一世人，妈祖虽然不甘，但是转世做人去磨难，那是上天注定好的。鸟灵转世做人，名叫做道本。凡世是因为顶世人爱听经的关系，一日出世就吃菜，搁爱看佛经，而且两粒目睭金金金。好啊，明吉啊，卖个算啊，我打死你，紧出来。厉害，你实在是有够厉害啦！兄弟啊，奇怪呢，你目睭明着亮在找，你也知影是我摕石头甲你牵下。因为我目睭哦，甲恁无同款，搁较远哦，我嘛看有。你讲了对啦，你目睭确实甲我无同啦。所以是咧看啥啦？哦，阿姨，逐天看这佛经袂感觉足烦的哦，阿姨是要出家做和尚哟？是啊，那不是因为吼，我厝遐个阿伯阿婆在照顾，我早出去食菜做和尚。啊，你嘛较拜托的啊，做和尚有啥物好耍的哈？做和尚吼，袂啉酒，袂用食肉，也个更加害事吼，袂用开查某啦。我看你这般就知影，你一定是在世的对无？行，我带你去开一间店，我给你挂保证啦。你给查某开到伊哀哀叫了吼，你就袂阁想要做花心啊？行，无爱啦，我无爱去啦，我无应酬啦，要算你家己算啦。喂喂，哦，袂出间庙内底插头红啊，扣甲顶扣扣啦，不爱我面子，哼。来本啊，食饭啊。哦。哇，哦，你比人迄上惊富可的秀才，搁较认真啦，来食饭啦。哦，